观众朋友，大飞人这个项目是我们国家的弱项，朝鲜、俄罗斯等国外杂技团体在该项目中占有很大的优势，但上海马戏学校按照科学的训练方法培养高素质人才，使演员达到了技巧纯熟、表演从容自如的境界。高难技巧之后，现在将要完成罕见的1080度接转体接翻腾，成败只在毫米瞬息之间。好，成功了！
选结束后，八个评委同时亮出八个大大的十分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大赛的最高奖——第一金 K 奖。观众朋友，我想你已亲眼目睹了上海马戏学校的小演员们在比赛中积极进取、顽强拼搏、为国争光的过程。他们以良好的竞技状态和意志品质征服了赛场的所有评委和观众。